大家好，我是小雨，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，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。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。缤纷娱乐现在开秀。鹅厂的年夜饭晚会昨天开播，众多精彩节目一一亮相，其中比较吸引大家的就是歌手周深和毛不易的合唱。两位本来就是非常好的朋友，也是路人缘非常好的歌手，这次合作还被当作是成为了梦幻联动。当晚呢，两个人合作了一首英文歌 Got It， 这首歌呢被多个国家的歌手翻唱过，是一首非常著名的歌曲。如今能够由这两位合作，对于耳东来说又是一场盛宴了。当晚周深和毛不易一黑一白，毛不易率先出场，富有质感的低音一下子抓住了观众的耳朵，和他本人深沉的气质非常贴合。周深的登场呢也是非常惊艳的，只见他穿着白色的紫装，戴着眼镜，手里拿着怀表，配合歌曲的氛围，整体看上去神秘而又金贵，和毛不易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对比。而两人的歌声呢却异常的和谐。歌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，很多粉丝都盼望着两个人能够合作一次。节目第一期呢，周深在机场遇到了毛不易，亲切的称呼他为毛老师，还是我特别喜欢你。毛不易是怎么做的呢？大庭广众之下就去掐周深的脸，这两位之间呢亲昵的氛围透露了关系好的事实。在节目中，两位呢也是一直坐在一起，一起听歌，一起摇头晃脑，悄悄话不断。尽管毛不易先走了，但是过程是非常欢乐的。周深对于毛不易的评价非常高，被问到毛不易会不会离开的时候，周深先从专业角度分析了一下，然后委委屈屈的表示希望毛不易留下来，这里呢两人最熟悉了。周深听到毛不易的歌呢就会兴奋，他唱过毛不易的无问，毛不易呢也唱过周深的大鱼，两个人也是有过合作的，如日传里的主题曲梅香如故就是二位合唱的，不过呢这也只是3年前的事情了，所以再次同台合作才会那么的珍贵。周深和毛不易之间惺惺相惜的友情非常可贵，也非常让人羡慕，两个人本身就是专业能力过硬，性格又有趣的人，期待两人的再次合作。吃瓜不停，娱乐不断，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，如果你喜欢频道的话，请给出您宝贵的赞，并且记得订阅我们，同时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，拜拜。